到了，天气也热起来了。中午开车干热的环境，让很多不开空调的司机都受不了。汽车打开制冷模式，结果发现大半年没用，制冷效果很不理想。难道是空调坏了吗？出现这种情况，大家别着急，下面大家就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汽车空调不制冷怎么办吧。一、冷凝器被堵塞。汽车空调其实和我们的家用空调工作原理差不多，依靠压缩机驱动制冷剂吸取蒸发器周围的热量，再由冷凝器挥发热量，制冷剂由气态到液态的周而复始，来达到降低车内温度的目的。由于冷凝器的特殊结构和所处车身位置，很容易受到灰尘、树叶、毛絮之类的杂物堵塞，一旦冷凝器叶片的缝隙被杂物堵满了，那么就会影响冷凝器的散热效果，制冷剂携带的热量得不到快速挥发，将会被再次循环，这样空调的制冷效果自然也就好不了。二、空调滤芯堵塞。除了冷凝器，还有空调滤芯也是影响空调制冷的重要因素。空调滤芯大家应该很熟悉，它的作用是阻挡车外的灰尘进入车内，它实际上是不会影响空调的制冷工作。可如果滤网被严重堵塞，将影响风机的出风量，进而降低空调的制冷效果。一般的空调滤芯都是安装在副驾驶手套箱的内侧，拆下手套箱就可以看见，还有些是在发动机舱。如果是自己的车去保养的时候，也都应该清楚，自己没事的时候可以定期清理一下。即便是空调运行正常，清理下滤网上的灰尘也能提升车厢内的空气质量。当然，影响汽车空调制冷的还有很多种情况，这些作为车主来说都是力所能及的，像那些制冷剂不足泄漏、压缩机故障、电路故障等等，还是开去汽车修理厂吧，自己就别动手了。以上就是小编整理的一些夏天到了汽车空调不制冷的相关内容，希望对各位车主朋友们有所帮助。祝各位车主朋友们出行平安。